好，王务局、王室长，还有监花局朱局长、陈副局长、主秘，那各科室主管，各位同仁，还有府会联络室的各位联络员，各媒体先小姐，大家早安。早安。今天我们应进行单位工作报告哈。首先我们先请监花局朱局长做10分钟的主管介绍以及工作报告，谢谢。 李副局长、王副市长，还有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以及我们的这个媒体记者好朋友，还有我们市府的同仁伙伴，大家早安，大家好。那接下来就由我代表我们金发局来向各位一作进行我们这半年来的这个工作业务的执行情形。那在进行说明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哈，我们的副局长陈文德，我们的主任秘书严卫慈。 好，我们的产发科长简伟伦，招商科长何佩文，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发科长廖正宏，登记科长王秀美，公用科长林坤德，还有我们的秘书室主任谢美玲，会计室主任苏志颖，人事主任黄积芬，还有我们的政风主任黄敬敏。 那首先，跟各位报告是有关于我们在争取中央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部分。好，我们金发局呢，一共提出了3个案子，包括幼师国际青创村、虎头山的创新基地以及桃园会展中心。那这3个计划加起来呢，总共的经费是88亿元。那同时呢，我们这个在亚洲矽谷计划的推动的部分。 我们也积极的在进行成立创新研发中心，作为单一的这个招商的窗口。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传统的工业区呢进行智慧化的转型示范，以及串联大专院校、财团法人育成中心的这个研发能量，这总共有14项具体的措施哈。那在创新研发中心的部分，那确定已经是在我们桃园落脚了。 那我们目前跟国发会那边，正在商讨这样子一个是什么样的开发方式会比较好哈。那现在我们比较倾向的是说，我们中央跟地方，共同来开发。那唯有这样子，我想我们桃园市政府，甚至我们桃园在地呢，才扮演这个一定的角色哈。那在我们例行的业务的部分哈，首先是产发科的部分，产业发展的部分呢。 我们持续的加强30个工业区的这个联系跟辅导哈。那在这段期间以来，他们透过我们的工业区的联系汇报，提出了28项的这个问题哈。那我们也一一的帮他们做了解决。那此外呢，我们也跟管理局合作哈，针对我们27家的观光工厂进行一定流程的这个规划哈，不管是轻旅行或者是观光巴士的部分。那在招商的业务的部分哈。 这半年来，我们大概有9件的这个企业的开幕、开工跟这个订定投资合作计划书的部分，那总投资金额是363亿4000万元。那创造了大概有1930个就业机会。那这9个这个投资案呢，包括祥怡工厂、祥怡梦工厂，还有这个华泰名品城的2期。 还有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广丰新天地综合商场的开幕，以及雄狮铅笔呢要在我们龙潭设置观光工厂，还有永联的这个国际物流在我们新屋呢也这个设置了新厂，那和联硕在我们的捷运 A7站，它也这个开始做厂办的新建哈，那最后就是日商的这个横滨的八景岛水族馆来我们的这个华泰名品城的2期。 投资了将近200亿的这个投资案哈，那在商业发展的部分，我们去年年底，我们办了一个桃园购物节哈，在我们的桃园酒厂，那为期了4天，那吸引了大概有15万人次来参加，那营业额大概超过了4000万哈，那同时呢，我们在10月份整月呢，我们也推行了一个所谓的。 购物消费发票的抽奖活动哈，那整个在登录的这个笔数超过9万笔，
那总登录的金额超过4亿，那我想我们这个是算是一个蛮好的活动，所以我们会持续的来进行，那我们今年也会这个来举办。那同时我们也持续来进行10个商圈的辅导，还有我们所谓桃园伴手礼跟金牌好店的选拔。好，那在工商登记的部分，我们除了要持续的来提升我们有关于商业登记、工厂登记还有公司登记的这个行政效率之外，好，我们登记科最近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们在协助业者办理所谓的毗连非都市土地的扩展计划。好，那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案件大概有179件，那协助的这个毗邻的面积是156.41公顷。那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企业好把它留在桃园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企业它就是因为原来的厂区并不是很大，那我们必须要让它在就地，因为它有些这个机器是没有办法搬移的，所以它就必须在它的周边把它扩厂。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积极的来协助业者来执行。那在公用事业的部分，那我们除了在这个自来水的部分，除了自来水的严管工程的补助，还有自来水的外管补助计划之外，好，我们在绿色能源的推动也是不遗余力。比如说我们配合了经济部能源署推动了智慧节电的计划，还有我们规划在我们市府的公用的这个公用的屋顶上面标注设置太阳能光电的计划。那我们也这个让市民呢能够这个参与我们太阳能的一个这个设置，所以我们有根据我们106年的推动设置太阳能光电系统实施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我们编列了2500万，那有72件的受理案件，那目前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在建制当中。好，那有关于这个市场业务的部分，这个我们每年都有透过市场的繁星计划，那这个计划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让传统的市长他的这个自治组织的能力能够加强，好，让他们这个透过观摩还有透过这个辅导，我们找专业的这个专家学者来辅导，让他们能够对于自己本身的这个运作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效率。好，那此外我们也是定期的有办理所谓的4级的老店跟4级名摊的选拔。那我们去年呢选拔出来之后，好，我们还特地在中壢的这个银河广场，我们举办了一个桃园有好事食品嘉年华的活动。那虽然只有一天，短短的一天而已，可是那一天呢大概就有5000人次来参与，那营业额也超过了这个100万以上。那所以我们这个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一些以前隐藏在我们市场里面的一些好店，好，可以慢慢把它挖掘出来，甚至成为我们桃园市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那另外我们在这个市场的一些硬体的改善工程的部分，好，我们执行了公有零售市场还有摊贩集中区的硬体改善工程计划。那这个计划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市场来进行一些这个修缮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年的这个主要修缮项目包括天花板还有电力的管理，还有这个地坪照明以及消防的相关的设施。好，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说市场的一个公共的安全性还有民众的便利性呢都能够这个来提升。好，那最后就是有关于这个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就是市场新建的部分。好，那目前呢我们东门市场，好，跟这个中壢第一市场还有平镇新富市场呢3个新建工程都依照我们的这个期程进度来执行。好，那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充分的跟在地的议员还有这个村里长，好，以及摊商，好，我们这个4方面呢我们都做充分的沟通。好，以这个东门市场为例，好，我们原来的5楼是档案室而已，后来发现说这个里长他们认为有里民活动中心的需求，好，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适度的这个变更，好，让这个市场的这个多元性能够甚至它的这个实用性能够更好。
那我想这三个计划呢，我们都这个按照既定的行程来执行哈。那预计我们是希望108年这三个市场呢都能够充分的这个来完工启用哈。那以上就是我们金发局啊，针对这半年来的这个业务执行情形，敬请各位议座呢不吝指教，谢谢。好，谢谢，请坐。好，那么现在由我们按照次序登记的议员来提出发言。首先，我们请叶明月议员、杨朝伟议员、严宗杰议员三位议员共用20分，请开始。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大会主席哈，局长，在你的整个的这个报告当中哈，是这个看起来似乎实际上报告的非常的完美了哈，好像大方向、小细节都已经报告到了哈。不过，我想在很多方面的这个执行面上啊，好像似乎出一些困难在啊。我一下想请问你啊，你像在这个市场的部分，就我们中立来说的哈，是我们的新民市场是。